我如果有一天做到一个错误，我在开车在新的城市的时候，我问他，我在听音乐在享受。所以我有撞了那个前面的车。Yes, yeah. 对，啊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然后那个男的他出来，他很愤怒，很生气。他一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很关心他，然后他就是说：“我的太太怀孕了，你撞了我们的车。”好生气，那我就真的吓到了，因为他太怀孕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。可是其实我撞了不是很严重，就是一点点而已。可是他已经非常关心他的太太 ，so 他就很生气，很生气。反正我是尽力关心他，关心他，然后反正一直关心就对了。然后后续我就是有跟他们打电话问候他们好几次，反正。在那个对话过程到最后，他们就请我到他的家吃饭，要煮餐给我吃，然后要跟我一起喝茶。对，然后他也不去找那个保险公司，对我也没有问，可是我就是很真心，就是知道我错了，我要怎么补充，我就尽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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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，就是这个层次，对的。其实我有很多很棒的故事。OK， 我可以讲这个，因为他真的是不错。很好笑。所以这个在 Italy 的时候 ，Italy 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在坐那个船，你在你也买票，是不是 ？OK， 所以我那天遇到一个朋友，说我们一起去坐那个船。然后我们坐应该你要坐船，不会累，是不是？可是因为我们停的那个地方，我们没有停很久，所以我们用一样的票回来。可是因为那个路很长，就变成然后有很多交通在那个时间。当我们回来的时候，那个票已经过去了。因为他们的算法不是算你什么时候上车，是你什么时候下车来算一个时间点。反正我们下车的时候，快要下车，那个票检查票的人，他们都上来了，检查大家，然后他们看到我们就跑过了。过了不久，差不多15分钟，可是他们就很严厉，而且是四个。他就带我们下去，非常非常严厉。但是那天是我们第一天去 Italy， 是我第一天，然后就是说，反正是第一天，我就不是很懂那个游戏规则。然后他们就发我们很大的那个罚单，然后是为了这个15分钟，所以我们就是解释，我觉得可不可以原谅一下，因为是第一天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罚单，所以。在那个时刻，他们就变成非常有情绪，然后开始进入一个很攻击的心态，就说你必须付，你必须付，你一定要付，这是我们的规矩，怎么样？所以我们就说，其实对，可不可以原谅这件事？他们就说你先付，然后你就写到我们的总统，很夸张，你先付，然后你觉得不对。就是总统问总统关于这一切，我觉得好夸张。So, 反正到最后，我跟我的朋友就我们在沟通，我们决定好，没关系，其实我们有错。然后虽然有那个罚单很大，可是就放下。所以我回去的时候，然后要把那个钱，就是把那个钱交给他之前，我说我要把这个钱交给。可是我愿意跟你讲几句对于你的态度。所以我有跟他们每一位讲很多话。那个钱在我手上，可是我就是针对他们，然后我就是眼神对眼神，可是我用最大最大的爱跟他们讲
这个大人是不行的。然后一直讲讲讲，他们到他们在哭。可是哭不是我在攻击他们，他们哭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个态度是不行的。对，所以那个女生在哭，男生在哭，他们都在哭。然后就是他们说哦，很道歉，很道歉，哦，我不知道。然后我们就牵着，反正我们就讲到很多事，就他们就，我们就讲到他的工作，他觉得，他就是觉得。我没有其他的工作，我的生命只有这样子。我就在跟他讲，你的生命可以比这个还要多啊！没有这个，你有很多可能性。我们就在讲道理，就在讲讲讲讲讲。然后讲到最后，反正我很关心他们。然后最后，我就说好，没关系，他们都知道了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讲，你对我好。然后他们以为我想，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会不会跟他讲什么？因为人家跟你就是。讲话的时候，在那个状况，你会觉得他会不会攻击我？可是我就是用很大的爱在说，因为攻击我最厉害的那个女的，我就说你，我就说你比你想的还要好好多，他就很惊吓，我说你这么好，你不知道。在流泪，流泪，流泪。他不在发生什么，只给一个罚单而已，在打工。反正到最后，我就说好，就完了，我们的沟通完了，然后就把那个钱我说好，那讲好了，我就把钱拿给他们，他们就退步，好几趟就是害怕了，我不拿你的钱，不拿他们。之前他们很多理由，他说我们需要拿这个钱，因为我们的工资我们已经打上去了，我们不能，我们一定要回去，我们要跟他们讲什么，我们写下来已经在电脑里面了，讲好多理由。可是好说你不付，就变我们要付，所以就讲了很多。可是到最后就是很莫名，他们就说退步，就说我们不收，就不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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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位都退步，说不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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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我们都彼此抱抱抱抱，很有爱。我说你就是我的兄弟姐妹，你也是，你也是。我是加拿大人，你是意大利，可是我们是一大家庭。他们就说对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只抱一直抱，就是这样子，就结束了。哦，这个过程，反正那个过程差不多一个多小时，对。可是对啊，反正到最后他们就还钱了，然后对他们就不就是不敢拿钱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因为他只知道他罚单，他攻击，然后大爱来了，然后他就。然后不但大爱，还有很多道理。然后你要怎么改善生命？然后你应该打开你的可能性，你的未来有很多。然后你要给你自己很多爱。就反正最后我离开了他们，就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时刻。可是那个部分就是，不管你遇到什么状况，它都有负面，只要你的意图够强，你可以转换它，把它变成非常正面的一件事情。是，其实是这个意思。